陈叔叔和王阿姨都是多好的人呢，善良正直，充满激情。那个年代，人们之间的感情可真是淳朴。都过了这么多年，到现在想起来，心里还觉得暖暖的。昨天陈叔叔在电话里跟我说，陈海的儿子小皮球让陈海给咱们家然然买了把玩具枪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回去吧，回到汉东给陈海讨个说法，也给陈叔叔和王阿姨做个交代。我就知道我老婆不会拖我后腿的，进去还不信？其实我真想拖你后腿，可我也拖不住。来来来来来了。郑师傅，小雷啊，哎，哎呦，蔡成功不在我这儿，真的不在。郑师傅，我不是来找蔡成功的，也不是来找您的，我是来找爱哭的毛毛虫。哦，来呀，有人找你。坐，我刷碗去。哎，谁呀？我，有段日子没见你了，挺想你的，也该来看看你了。啊，雷哥呀。爱哭的毛毛虫，造谣生事，你是该哭一场。116，所谓的放火，这个照片你是转了365次，警察开枪杀人的谣言你是转了120次，污蔑省里某位领导的帖子你是转了106次，加在一起你是超过了500次。雷哥，你先等会儿啊，我什么时候污蔑过省里的领导啊？哪个领导啊？毛毛虫，我提醒你一下啊。省里的这位领导姓高，啊，你说的是那个高玉良书记吧？哎，那哪是我说的，大家伙都这么说，说那个高小琴呢是他姑娘，那人家还说你是那个高书记的亲外甥呢。那感情好啊！哎，你问问高书记他认不认？我愿意。哎，不是，雷警官，我是不是得给这个郑总收拾东西了？先不急着这一会儿，我跟他谈谈看。我说杜甫先生，哎，您跟这添什么乱呢？您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呀？人作有祸，天作有雨，你就作，接着作。雷哥，嗯，咱们是老相识对吧？常来常往，对吧？那个您懂法，我也懂法，这都对吧？还有，您是执法的人民警察，我呢是守法的良好公民，也对吧？不对。你违法了，你要是不违法我也不能来找你。不可能，我郑胜利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，从来只游走在法律底线以上。但是你一不小心就掉到线下去了，这叫失足落水。虽然是失足落水，但仍然是犯法的。哎呦哎呦，你们这一唱一和的说相声呢啊？回来了，嗯，怎么样？孩子醒了吗？还那样。哎，这是哪来的这么多花鸟的？这都下面的干部送来的，说是看咱孩子。看孩子？孩子都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了，哪玩了这个呀？送我的，我都引起官愤了，谁这么喜欢我？你可真多情，要我说呀。也不是看孩子，也不是看你，人那是讨好小金子的。哎，你这算是说对了。沙瑞金要不是到咱们这儿来当省委书记啊，小鬼也不上门。行，雷哥，就算我违了点小法，但不构成犯罪啊。构成犯罪了，你转帖都超过500次了。雷哥，这个法律常识呢，我要向您再普及一下。单一个帖转帖量超过500次，这是违法的。可是我是三个帖加在一块儿才500多次，所以说雷哥，您还是多喝点水吧。行。
问你点正事儿啊，扫除一些害人虫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他也转帖过500次了。不能吧？他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呀。扫除一些害人虫，是不是北京人呢？这个不知道。真不知道。嗯，真不知道。哎，我说郑总啊，你是不是给你那个雷哥汇报一下办学的事儿？不是，你又瞎琢磨什么呢？雷哥，你看现在这生意啊是越来越不好做，所以说我打算转型搞教育。就你搞教育？我搞教育怎么了？现在教育是产业化了，教育都产业化了啊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嗨，您不知道的事儿多呢。这个教育产业化呀，绝对是一个正经事儿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行，正经事儿你去做，我不拦着你。你和那个害人虫是怎么认识的？上网认识的呗。上网认识的，见过吗？没有，网上哪能见着？这咋弄？喂，我接省纪委。哎，国富啊，我陈岩石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儿子不是出车祸了吗？好些干部啊，给我这送了好些花儿啊、鸟啊，我这一看好，这价钱都不菲呀，这就是礼品呐。这样吧，我可受不了，你呀，赶紧派个人把拉走啊，我上交啊。陈老啊。你呀，就别教了。咱们省纪委不开花鸟店，那咋办？也不能老放我这儿啊。要不这样，把这些都交给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沙瑞金，让他开花鸟店啊。那这样，就让养老院的老人们养着吧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这办法倒是可行，交给我们养老院行。哦，对了，那什么，你得把这事儿你得记录在案啊。放心吧，这部电话呀就能录音。好，哎，你一会儿把钱先生给找来，叫人把这花儿鸟都拉走，要不然睡不着觉，啊！我这就去，我看这个别扭。多虎先生，您那2万块钱书号钱没了啊！本公司决定不赞助您出诗集了。还嫌人家牛总头歪，头歪怎么了？他愿意歪吗？那不是自然灾害吗？他不光头歪，他心还歪呢，黑白两道通吃，知道吧？你管人家吃什么呢？人家有钱，有钱您就得笔墨伺候着，要不然您那杰出的事迹那就出不来。我宁愿不出了，行了吧？进来，先生，您找我？哟，小平啊！哎呀。发现你小子很有福气啊，找到一个好老婆，啊，让人羡慕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家的小爱给我来电话了，他说，不管组织上有什么决定，他都服从支持。我问他，家里头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上帮助解决的，你猜人怎么说？谁家没有困难呢？保证能够克服。那是。我不早说过吗？我老婆里里外外一把好手。不过她很担心你的安全问题。我已经向她保证了，组织上一定会安排好的。女人嘛，就是胆子小。哦，她还真以为汉东是那帮贪官污吏的天下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是他们天下，我去了之后也得给他们的天捅个窟窿，让他们的天塌下来。梁平啊，我们现在要的就是你身上这种精神。是，杜甫先生，我请问你，
你曾经是不是妄图想用我的钱来给你出事机？您高尚，您清白，我不高尚不清白，您倒别用我的脏钱呀！郑总，我郑重的再说一遍，我不用你的钱出事机了。爸，那您是不是也得凭点良心呢？我凭什么良心？我怎么了？您凭良心，您让警察把我带大牢里去？我在网上转帖，那是帮你们大风厂的员工鼓与呼，这才把警察招来的。是这样啊？嗨，那我错怪你了，我错了。哟，您郑大诗人也有错的时候啊。瞧你这话说的，那是人他就可能犯错误。哎，对，胜利啊！打住！您别胜利了，今天我正式的通知您，从今往后我不叫郑胜利了，我要改名。我叫郑钱。叫什么？郑钱。这你俗不俗？你郑钱？哎呦，不是，你心里边你就想。挣钱你也不能直截了当的说，您这太不含蓄了，您。嘿，含蓄，您倒是含蓄啊啊！人家叫苏东坡，您叫郑西坡，现在倒好，连姓也改了，还当代杜甫。哼，您含蓄了吗？啊，行了，甭说我了，叫挣钱您就挣钱呗。您可是别跟我说，再说呀，我也学您，我也把姓改了，叫抢钱。哎，这不成啊，过线了。抢钱犯法，那不正合您意了吗？让警察把我抓监狱里去，到时候您就合理合法的到监狱去看我去了。这就说这档子事，爸不已经承认错误了吗？行，我也不抓着您的错误不放了。您说的也有道理，虽然说我不是苏东坡的儿子，但是我是您郑西坡的一个诗人的儿子，应该含蓄点。我这个钱呢，不是那人民币的钱，是乾坤的钱。乾坤，哎，好啊，这名大气。哎，胜利啊！哎，挣钱。好，挣钱。那个，你说这人啊，谁都免不了犯错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在网上可不能随便造谣。说什么放火拆迁，没有这事儿啊！老爸当时在场，真没有这事儿。我这怎么就造谣了呢？那文章又不是我写的，我只是转发，我这顶多算一传谣的。行，陈老，咱就在这东院建个花鸟园，让老人多个颐养之地。只是，指啥？不是我白给你也不要钱，你还指啥？陈老，您看这么多花鸟，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养鸟的经费。问啥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还得负责这鸟的伙食费啊？不，让那些送鸟的干部们负责。陈老，您看这样好吗？如果以后再有人给您送鸟的话，您可以给他透个话，以后就不要送鸟了，多送点鸟食吧。哎呦，你看这我怎么没想起你这主意来呢？完了以后，就成千上万的这鸟食钱就来了，完了我就发了，发了我就不住这儿，我买别墅了，完我逮起来了。不是这个意思，陈老，您做过检察长，您肯定不会这样做的。我跟你说。你要是不要的话，我就交给省检察院，你呢帮着我派辆车，车马费我出。别，陈老，我就那么一说，我负责这事儿。钱院长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自打陈海出事之后，他心情不好，说话深一句浅一句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是，王阿姨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爸，您说。我现在满世界的小鸡儿挠食似的扑腾，您说挣点钱多难呢？您就不能用显微镜看看我，在我身上找一找长处？起码我没给社会造成负担吧？我不啃老，时不时的还助老。您就说您那2万块钱出书钱，很容易我一冲动就给您拿出来了。哎，行，我可以不用你那钱出诗集，啊，我也不用你助老，你呀。老老实实的，千万别惹事儿，别一天到晚招的人家警察都上家里来，老让我提心吊胆的。
爸，你说那警察来有什么可怕的？现在都是法治社会，警民一家，是不是？您再说您前几天不还上派出所录笔录去了吗？说的也是。哎，你别说，哎，你这一说，我想起一件事来，我得赶紧走。哎，爸，你干嘛去？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我去看伤员去啊。那个蔡成功给了一笔钱。蔡成功给您钱了啊？多少钱啊？他给了我一张卡，说上面有10万块钱。耶！哎呦呦，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您说我这名改的怎么样？刚改完就挣钱，这钱就来了。爸，这回啊，你赢了。我赢什么我？小金子还没过来呢，底下这些干部还找着借口了啊！什么慰问咱孩子，一批一批的往咱家跑哦，跟走马灯似的。以前也没看见他们这样啊，是吧？哎，你说这小金子什么时候能过来呀？他刚上任，那么多事儿呢，哪能说来就来啊？再说了，116事件。国内外影响都挺大的，他得去处理。还有咱孩子的事儿呢，等小金子过来啊，我真得跟他好好谈谈。孩子就是叫人给暗害的。不是你说是暗害，人家说是车祸。梁银行，你有证据吗？拿出证据还不容易啊？太容易了，小金子省委书记，他下个令啊，查呀。把孩子办过的那些贪官，咱挨个过一过，对他下毒手那坏人肯定就在那里头。别，我跟你说，千万别。人家省委书记又不是给咱们家当的。哟，是不是小金子来了？啊？陈老，王阿姨。哟，陈老，齐大厅长。哎呀，你少见啊！王阿姨，您可千万别这么叫我。陈老，我过来看您来了。回来。哎，陈老啊，这两天呢，这个厅里面啊工作特别忙，没有马上过来看您，您可千万别怪我。你昨天不是去医院了吗？这意思到就行了。行行，你赶紧忙你的去啊！没事，我不忙，今天专程过来看您的。啊，这样，我帮您把这院子扫扫，好吧？哎，别介，这干嘛呀？这是，别介。没事没事，王阿姨，您坐，您一定让我来啊！您想想，我跟陈海、陈阳，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陈海呢，现在医院里边。陈阳呢又不在身边，您就把我当陈海一样。平时啊，你们怎么使唤陈海的，现在就怎么使唤我，千万别客气。不客气，你不客气，我就不客气。哎哎，完你扫完那儿的，把那儿的扫了，扫完你就赶紧忙你的去，你工作忙啊。陈老啊，其实我今天呢，就是想来向您汇报一下工作。116那天晚上呢，要不是您政治工作经验丰富。当时挺身而出，那我跟那个达康书记，我们两个人真是要出大洋相，那要犯政治错误的。你现在你明白了吧？我不是说我白老资格唱高调，你当官那心里头就得有老百姓，你不能拿着人民的名义当幌子蒙事儿，那也不行。陈老啊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特别想听听您的教诲。那天晚上事件发生以后啊，玉良书记严肃地批评了我。爸，您看啊，您在大风厂的持股数是23000，每股是4.5到5块，对吧？这不正好10万吗？这10万块钱就当您退股的股金了。您说您是不是赢了？哎，您先别打断我，听我把话说完啊。您说今天我刚一改名叫挣钱，这钱就从天而降，您说这是不是命？是不是？不是。这钱啊，蔡成功是拿来给那两个重伤员和其他38个伤员的钱，本来这钱就少得可怜了，我不能请罪。哎呦，亲爸爸，亲爸爸，
这钱怎么能说是侵吞呢？这钱是您的，您的那个古金钱。即或如此，我也不能那么做。蔡成功把10万块钱交给我，那是对我的信任，我不能辜负人家对我的信任。信任有什么用啊？您今天信任他了，将来他还是坑您，到时候您那10万块钱就收不回来了。收不回来就自打没有啊！但是咱们得做人啊，做人得有人味儿，不能眼睛里光想着挣钱。您看啊，现在满大街都是鬼，干嘛非得咱们爷俩做人呢？我就不信了，朗朗乾坤有几个鬼啊？咱们得做人，做像样的人，做有人格的人。我跟你就说不明白了。陈老啊，那天晚上您给玉良书记打电话，您的电话里边说，我被捕了，快来救我呀！您不知道，当时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身的冷汗。没办法呀，我知道你在汉东谁都不怕，就怕你的老师高玉良啊。那陈海不是也是玉良书记的学生吗？其实，陈老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我这心里边啊，最怕的人是您。哼。玉良书记是我跟陈海的老师，您呢又是玉良书记的老领导。那天我听说您管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叫小金子，是小金子吗？他是我们看着长大的。我跟你说，想当年，行了，别说些陈年旧事啊。人家齐厅长是省公安厅厅长，忙着呢。行，你赶赶紧忙你。那天晚上您说了一句话，对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警醒作用。您当时说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这两天呢，我一直在反复地揣摩着您这一句话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做干部的，都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。行，那就记住了，别当耳边风。放下，我来。来什么来呀？快收拾东西，滚到你的汉东。哎，堂堂局级副主任怎么能闹情绪呢？哎呀，你就给个机会让我好好伺候伺候老婆大人吧。打几个鸡蛋啊，一会儿给他们做蟹黄蛋，他们就爱吃你做的。好嘞。爸，还有红烧带鱼。行，老爸今天给你做个升级版的啊。李厅长，别干了，歇会儿吧。没事儿，您就让我干。我代表养老院感谢您。真的没事儿，王阿姨，那个您就让我干啊。另外啊，我还是喜欢您像原来那样叫我小齐，那样我听着舒服。你们不叫那个沙瑞金书记都叫小金子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两码事儿。让他愿意干就让他干。小金子真来了！哎呀，小金子，小金子，不好意思，那么长时间了，刚来看你们。哎呀，快进屋，刚才念叨你们，快进屋坐。看看你这养老院的宿舍。哎呀，哎，那么大的床啊！你看看，你看这老陈写的字儿。哎呦。来，今天啊，大家都倒上点酒，好好的庆祝一下，为我庆祝成为侯局长。小姨夫，这一回你可不是括号了，真得改叫侯局长了。那是，这回总算和你小姨啊平起平坐，我这也算是啊咸鱼翻身。爸，给我也来一杯，我一醉方休。小孩子喝什么酒啊？来，喝果汁啊，给你倒上。哎，来举杯吧！啊，也许侯局长明天呢就要去汉东了，这为什么去汉东呢？这是工作的需要吗？爸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汉东，我的工作也很需要。你有什么需要？我都穿半脸包袱对象了，需要换个学校。说什么？你到底把自己给混成帮扶对象了是吗？妈，
这是一个意外。就你那个学习态度，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。不过我今天先不跟你谈。哎，今天怎么不谈了？今天必须要谈。然然，爸爸要是去了汉东呢，你就是这家里唯一的男生了。你要是这样，爸爸怎么放心呢？所以你啊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成为男子汉，照顾好家里的两位女士，知道吗？吃饭吧。这就谈完了。谈完了。怎么还挂着句我呢？啊，是。老陈老背着他。装酒呢？是装酒吗？是。哎，你没事，喝两口，喝两口。沙书记。哎呦，您好，您好。哎。干完这点活就回去吧，也该吃饭了。哎哎哎哎！有意思啊，一个公安厅长跑来给您当花木工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齐厅长聪明着呢。那还不是因为你调到这儿当省委书记来了，要不然能啊？那阿姨的意思，齐厅长是表演给我看的吗？那可不嘛，还不光他一个人表演呢。哎，一听说你调来，你问他，我们那养老院一下就热闹起来了。是啊，所以呢，我也就跟着犯错误。嗯，您犯什么错误了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官场风气不好，我没办法。我就跟着受贿了呗。受了多大的贿？35只鸟，43盆花，16盆盆景。我说交给纪委吧，纪委不要，说让我交给养老院。你猜养老院怎么着？跟我要90钱。这会受亏了啊！你还笑呢？你要不到这儿来当省委书记，我哪有这事儿？不过你放心，小金子，我把他们的名字呀，还有那礼品，我都记我那小本本上了。他让我记的。到时候您给我，我学习学习。听见没有？啊，到了，就这个。哎，这个原来是省委书记赵立春的房子。是。我现在是暂时借住在这儿。您到这儿来过？那怎么可能呢？赵律师能让我和老陈进他家门啊？那不可能。小金子，我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咱们汉东的干部队伍就是叫他赵律师给逮回来的。哎，行行，咱再说点高兴的事儿啊。别，干嘛呀？不能说呀。不，他们敢做我老太婆说都不行啊。咱今天能说这事儿吗？能说能说。本来早就想请你们过来，哎，一个是因为家没安顿好，第二个呢是来了以后就到底下搞调研，四处跑。今天有空了，请食堂的大师傅做了几个菜，你们尝尝。其实小金子，吃不吃，吃啥，真的都无所谓。你有这份心，我和老陈挺感动的。里面坐。通知啊！哎，哎，哎，别收拾了，别收拾了，放着放着放着，哎，先放下。干嘛？去坐会儿，休息休息啊。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到一半。我知道你累了啊，给你按摩按摩，休息会儿啊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什么情况？坐。好。你把眼睛闭上。闭眼干什么？哎呀，闭起来嘛。真幼稚。干什么呢？别急啊，请睁眼。你怎么把它买回来了？我看你放在购物车里都一个多月了没买，是不是想等打折再买？这些情况我都知道的。就是啊，你说你傻不傻？再过几天就降价了，这下完了吧？半个月的私房钱没了吧？没事。贵点就贵点，只要老婆喜欢，这裙子就有价值，对不对，珊珊？就是啊，小姨，小姨夫眼光真不错，你快点穿上给我们看看。那哪是他的眼光啊，这是我的眼光。
只是被他窃取了情报。还有我，英雄的情报侦查员。嗯。是谁？傻子。王爷，您来。哎，行行行，他得少点。少点。我也少来。好，来。你买上。我不买，我来一点就行。好，彩旗，动手吧。好久没在一起吃饭。哎，好。尝尝这酒怎么样？陈叔，王阿姨啊，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们。我来汉东工作之前，赵立春同志给我打了一电话，让我代表组织向陈叔叔表示道歉，说那个时候不知道陈叔叔的年龄有错，所以没让陈叔叔享受到副部级的待遇，很对不起陈叔叔。啥对不起的？享受不享受副部级待遇，我不在乎。他说的是心里话，对不起老陈这事儿小，他要对不起党、对不起人民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你让他扪心自问，他对得起党吗？他对得起人民吗？王阿姨，这话说的有点重了。人家怎么对不起党和人民了？小金子，咱别的咱不说啊，你就看他用的那些干部，前赴后继。腐败的腐，一批一批的倒下去的，让人痛心。没错，咱们汉东严重的腐败，就是从赵立春开始的。陈叔，王阿姨，这个腐败问题啊，要客观的看。一把手是有责任，那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呢，说不定还得负主要责任，但是也不能所有问题都赖一把手。你比如说我，到汉东来不到一个月，就跑了一个副市长。你说那是丁义珍啊？对啊，这和你有啥关系啊？可我来汉东当省委书记，他才跑的呀。那中央肯定得找我呀。就是奶奶，他是一把手，不找他找谁啊？金子，毛主席说过啊，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。我看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，咱们这些干部得好好的管管了。你再不管，咱们党就完了，国家就毁了。陈叔，我这次到汉东来，就是根据中央的精神，进行群众路线教育，对干部队伍进行整顿。这几年我经常在想，你说咱们的改革开放成就那么大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那么大，可是老百姓呢，还有这么多的不满，为什么呀？归根结底，就是咱们的干部队伍腐败造成的。哪来的国际名模啊？小姨，你穿这身简直不能更赞了。你得给我小姨夫报销。不用不用不用报销了啊。爸，嗯，我要和我妈合影。哎，赶快去，我给你拍。来，哎，这样我给你们三个合一张影。哎，也好也好，来来来。嗯，金子，八十年代中期啊，我在荆州市当副市长，兼公安局局长。赵立春呢是市长，我们俩呢是一个班子的。我跟你说呀，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脱离群众。那夏天天热呀，那个时候办公室里都没空调，他呢跑在招待所找一个带空调的房子去办公。不是就你热，别人就不热呀？你说这是不是脱离群众，搞特殊啊？老陈都气坏了，他追到招待所去，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之后啊，逼着他写检讨，做自我批评，真的。你赵立春做检讨了吗？检讨了，在党组会上检讨的，他态度还算比较诚恳。哎呦，
他那还叫诚恳啊？你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吧？他那就叫态度诚恳。他要真态度诚恳，他后来他就不会整你，后来把他整得够呛。不是你看你，啊，报复嘛？你看你这个人，这人家能做自我批评，那就算不错了。真是的，金子，说实在的，我有时候呢，挺怀念那个年代的。你说那时候我们的党员干部，那是多廉洁呀！我记得我们市府有一个副秘书长，是吧？收了人一台空调，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。你搁现在，你别说收一台空调，收三台，老百姓也认为你是个清官。现在都直接收现金、收卡。是，现在老百姓对干部的感觉就是无官不贪。你要再不刮骨治疗，再不反腐，咱们党和政府的形象就被败坏完了。哎呦，以后你可别瞎花钱了，给我买这么高级的衣服，我也没机会穿呀。有机会穿，老婆，咱们得抓住青春的小尾巴。什么？抓住青春的小尾巴？你是嫌我老了是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告诉你啊，自己到了汉中以后，该花钱的地儿可千万别省着，知道吗？生活上要是有什么需要人照顾的地方，你倒是也可以找人照顾照顾。瞧你这话酸的，我一大老爷们找谁照顾？我这次去是办陈海的案子。你是应该多看看他父母。哎，我准备了两万现金。你都带给他了，想得真周到。前些日子为了交接丁应真的案子，特地跑了次汉东，还去陈海家大吃了一顿。谁想到，这是和陈海最后一顿饭了。这腐败啊，就像癌细胞似的，一点一点的侵蚀社会的机体，让私欲膨胀，理想缺失，正义缺位。哎，咱不说这掌实权的啊。咱们就说，那个停车场收费的收费员，他也问你，哎，尿不要发票？不是，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呢？这是，掌握点权力就想方设法谋私利。你要不要发票？他直接把钱揣口袋里了。哎呀，本来正规渠道能办的事情，他偏偏得送个礼啊，托个人呐，或者走个后门啊什么的。特别是前几年，这社会风气都成什么样了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有的干部啊，私下里说啊，说这反腐弄得官不聊生，这不是屁话吗？不反腐，让他们继续腐败下去，那不是官不聊生了，那就是民不聊生了，老百姓就得造反了。嗯，还有一种说法。说这个腐败呢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，不是什么润滑剂呀，那就是社会动乱的导火索。咱不说别的啊，大风厂116事件就是如此。我再给你提个醒啊，你们院党组不批责罢，一旦批下来，你就真成了汉东反贪局的侯局长。哎呀，我说钟主任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嫉妒我呀？我嫉妒你？是。我就是嫉妒你小口哨吹得响，哎，我还嫉妒你听风就是雨，狗肚子里藏不了半斤油。哎，咱们都老夫老妻，成功合作这么多年了，我在你心目中就这副尊容啊？你以为呢？你还想在我面前扮演英雄的侦查处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等到了汉东，老老实实的给我学一个人。谁？侦查英雄杨子荣？错。林黛玉，你啊，你就得像林黛玉刚进大观园那样，不可多说一句话，不可错走一步路，知道吗？你要明白，你是进入了一个陌生而且有危险性的环境里去工作和生活，而且还没有我在你身边，可以说你脚下是陷阱，头上雷。哎呀，真像你说的那么吓人的话，那我干脆别去了。这事儿我还正要向陈叔叔请教呢，大风厂的116事件是怎么回事啊？您认为这症结是在哪儿？
这不是很明显吗？那就是腐败阶下的一个恶果。我跟你说说这个山水集团啊，这山水集团可不简单呐。山水集团里边有一个女的，叫高小琴，嗯，白手起家，十几年的时间就搞出了一个近百亿资产的投资集团。怎么搞起来的？老百姓奇说不一呀。这个高小琴跟高玉良同志有什么关系吗？那倒没什么关系，有时候底下就是瞎传的。不过这高小琴跟丁义珍关系非常密切，没有丁义珍，高小琴就拿不到大风厂这块宝地，120多亩啊，市值10亿啊，他6000万拿到手了。6000万，那是巧取豪夺呀。哼，谁说不是啊？你侯亮平想干的事儿，谁能拦得住你？哎，那我平时是不是还是比较尊重和服从领导的？你这才不叫服从呢，你就是哄我玩儿。还有啊，当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和你在部门做一把手，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。所以你呢，得有个领导的样子，知道吗？你那小口哨啊，就别瞎吹了。好，你让我端起领导架子，我不会啊。其实我想向你重点强调的，还是安全问题。哎，你别嫌我啰嗦啊。他们大白天的，敢对陈海下手，也不会怕你侯亮平。所以你别跑到汉东，假装自己是什么孤胆英雄，知道吗？你必须保持警惕，你在汉东的每一天都处在危险的中心。知道，我要面对的对手是个高手，而且呢手段非常强硬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们在陈海身上得逞的事儿，绝不会在我身上得逞。怎么不会啊？他们不了解我。与谁同步以肩上的职责，听一番枝繁叶落，看一幕檐下交错。此时此刻，情同手足在侧。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，听一声青梅永乐，看一片繁星闪烁。此时此刻，爱与永续，你我。一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，奉献的权利。心。